我们英文版的在加拿大共和国离婚啊？哎，啊？你还爱我吗？你还爱我吗？你不懂我会不争气回到你身旁。说什么？总以为还有一辈子的时间，慢慢跟你说再见。你不用对我说什么，我哭不是因为我觉得舍不得，只是觉得努力了那么久，最后却还是败给不适合。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后的。坐飞机了，哎呦，搭飞机！原来就是那个什么海岸，哎呦，海湾，阿拉斯加海湾，对对对，他飞到哪里？哎，啊，他飞到 USA， 新一区，纽约，纽约。We gave it all, we fought so hard, but in the end, we still fell apart.You and I were never meant to be, but I can't bear to watch you leave. Are you still in love? Let me still in love. I can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let the truth unwind.那你在唱这个歌，你自己是要歌词，歌词里面的一个是你改的吗？是我自己改的，自己改。你知道在加拿大共和国为什么要在那里离婚？他的主要原因是、啊、为什么要在那里离婚？你知道为什么问你吗？因为导播很想知道。为什么导播？那是导播，他不是台湾结婚的。没有这个问，不要害怕。加拿大共
共和国哦，今天要就要赶海，何必跑那么远呐？哎呀，我们三个就可以了。我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其实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我像有一个缘由哈。Now I want to talk to you. Tell you, tell you. I want to talk to you. Talk to you. In English， 好吧？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加拿大共和国它有个规定，你俩结婚了，你俩到法院来说要离婚。哦，对 ，OK。您必须先穿上你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有那个 dress code 的那个的那一套衣服。谁说站上法院法庭的那一刻，你是不后悔的？哎呦，你怎么预？你如何预知你将来会后悔？你生命当中有做过任何后悔的事吗？有。有怎么样？有，就是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。哎呦。在不对的时间，没有想到问到一个这么喜欢上，不不不，他这个是在对的时间，对的时间喜欢上不对的人，对的人，这是最大的悲伤啊！对方是怎么样？就拉链拉开以后，就发觉不对，尺寸的问题吗？帐篷，因为他们的尺寸，不是不是帐篷啦，帐篷的拉链，对，发现里面还有别人，还有别人，对了，帐篷这样，还有别人，不该爱上的那就不好，没有就不适合啦，不适合。他没有美丽的港湾，美丽的口吻，美丽的口吻，口吻 ，OK。哦，他已经有另外一半还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是他原本很喜欢我，然后后面他突然就说，哦，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了。但是他也是明讲嘛，他也没有说没有欺骗，没有欺骗，那真话是最伤人的。对啊，对。那你当时你怎么回应他？就也只能接受啊，然后祝福他这样。怎么可能？那你不会跟他讲过了 ？Do you want to try again？ Try again， 就是 OK。我觉得我从那个身上。No. 我觉得我学到了，就是我再也不要再说服一个人要喜欢我。好，十年后，十年后两个人又在街头遇到，啪！你知道我当时我多爱你吗？我说我并不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叫我？我知道，我不可以去。你已经要走了，我何必去硬是挽留你？就跟你刚刚讲话，那男生说啊，我在当时，你只要。多喊我一句，我就永远对留在你身边，就错过了，你失去了更多，错过了，有没有道理？然后也是有可能讲讲看啊。然后刚刚露露在看那一段的时候，我感动你成长，真的。你讲歌词的部分，对，因为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说，这个歌感觉唱中文比较有悲伤的感觉，没错，对，没错，英文就没有悲伤度，就少了一点点。Do you know why？韵脚吗？你因为他是那个旋律，你问他你还爱我吗？你啊，对，就有点恳求的。各位，哦，歌词是显性的，旋律是隐性的，一个阴与阳之间的关系。对。然后你现在用英文很直接 ，Are you still in love？ 你看哈，你要用。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一句话 ，I can I can look into your eyes， I can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let them。然后他哦，永远就跟韩文一样，因为他们是封闭型的文字，这个是一个文化面的角度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歌显性的部分，我看着你还爱我吗？你还爱我吗？这个是。直接就写到你的心里。对，我觉得确实，确实我在写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中文一个字它可以表达好多东西，对，但英文要一整套。所以你看哦，这个中文的一个程度是比较深，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它难度是很高的。所以你看这个。我们他跟那个三女儿是好朋友哦，了解，原来是这样子。然后他们大概平常沟通都是用英文 ，English 比较多，英文比较习惯。你从哪里回来？我其实在台湾长大的啊，台湾的，但英文很好。我只是也有去露西派的学校学音乐，突然讲到关键字就吓到露西派学音乐 ，Berkeley， 对对对，去 Berkeley 了，不错不错，都很厉害，好加油，好不好？